中老盲。十月初五，一众演员大驾光临今晚的私家大战，他们今次不再是和谐家庭，而是打对家，分组对垒啊！十月队由米雪姐领军，组员有康华、胡鸿钧、罗天宇、魏宇森，而另一队初五队有石秀秀、郭率领，组员有何依婷、林咏彤、伍富桥同李隆基。十月初五就是一个很和谐的大家庭，大家一起工作又很开心的，但是就今天有戏剧性一点，暂时分开一下，玩假对立，即不是真的。十月同初五大战，场面爆笑连场啊！嗰样嘢点会零食都俾你点买？纸底裤，例如卫生巾，需要。好重要啊！好嘅，我今晚又学到啲嘢啦。今次他们决一死战，就是为了赢50,000元奖金，他们似乎胜券在握。讲我啦，我读晒成套呢个 Encyclopedia 嘅。我特登食饱啲，等个脑筋运作得好啲啊！唔系食饱会眼瞓咩？有少少，发现用错咗方法而家。咁你哋呢队有冇猪队友？个个都好精英喎，最猪就系我噶啦。哇，米雪姐你领军咧，系咪信心十足咧？梗系啦，你睇下我哋阵容鼎盛啊！系 ，Hubert 咧，佢出名聪明嘅，你有冇信心啊？我几惊到我出名快，所以我觉得咧，反而系冷静派天宇会有着数啦。我就系头先试完，发觉自己嘅反应真系好慢。佢哋仲有特别嘅分奖金方法添，我哋俾晒胡鸿钧。夾好曬噶啦，係啊，我幫大家儲住先嘅。咁兩年之後再問翻我攞啦，如果仲有嘅話，投資之後就每人有50,000啦。啊，咁樣我有個提議嘅，好唔好啊？好，皇上。嗰50,000元全俾曬我哋個會長，唔係唔係我哋個隊長。跟住會長咧就再每人派50,000元，每一個就係咁樣。多謝多謝，多謝。係咁啊，梗係贊成啦，係咪啊？